大家好，接下来这个视频我为大家展示安卓系统如何开启和关闭 Instagram 的在线状态。接下来大家请跟着我视频操作，首先点开我们 Instagram， 点开，然后点开我们右上角三条杠设置隐私，我们点开，然后我们找到隐私，点开，然后我们点开我们的在线状态。这边在线状态现在是显示的，那我们要给它关闭掉，那就点这样就关闭。如果你要开启也是这样点，那就可这样点开它就开启了，如果不需要那就关闭，这样就完成，非常简单。希望我这视频能帮到大家，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请评论区给我留言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谢谢。